如果你要問我，在我人生裏面有什麼東西我仲係想係追求的，有三樣嘢。第一樣就是一個真正關心我、愛我的人。第二樣就是一些可以抒發到我自己情感的歌曲。但是我覺得，如果我只可以擁有，只要擁有第三樣這樣東西，其實我已經是很心滿意足。這樣就是一班真真正正、真真正正喜歡聽我唱歌，喜歡聽我把聲真正正在這裡支持我、錫我的朋友。多謝大家，拍掌。其實真的是唱了十二年歌，自己在當中，自己又走了，去了讀書，跟住回來，我完全都沒有想過，仍然都還可以在紅磡館香港紅磡體育館度可以開到演唱會，同埋仲有咁多朋友嚟捧我場，因為我覺得時間可以令到好多嘢改變，亦都令到人係會忘記人噶嘛。咁我自己又冇乜特別好，咁但係你哋仍然都仲喺度，好開心，多謝。一個歌手當然最希望就是啲歌迷永遠都不會離棄自己，亦都好希望自己嘅，亦都希望自己嘅歌曲能夠陪住你哋走你哋嘅人生嘅每一個嘅片段，每一個嘅經歷，成為你哋回憶嘅一部分，或者喺幾年之後，或者喺十幾年之後。突然間你們再聽到在街上走過，聽到有一首陳慧嫻的歌，跟著你們會想起那時我聽他的歌，那時我跟誰一起，又或者我那時我在做什麼。我希望我以前曾經能夠做得到這一件事，也都希望日後我可以繼續做得到這件事，也都希望你們告訴我你永遠永遠都不會離開我，永遠都會在我身邊支持著我，多謝你們。
从未知道在何地方应心满意中，何不叫这欢乐继续，是你仍宠爱我，像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，时间一到又突然害怕未来，多谢 ，thank you， 好多谢你哋，拜拜。